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继续带你们看房子。我们现在位于尔湾伦纳建商店的 Encore 小区。那我们现在在户型 S 里面。那这套户型呢，尺寸是2800尺左右，四房3.5卫。那么楼下呢，有一整套卧室，二楼呢是主卧加另外两个次卧。那么三层呢，就是一个客厅居住空间。好，我们先去参观一下。那斜对面呢，就是我们一楼的套房。那这边呢，因为是月满房，更新都没有上门，但是交房的时候会有门哦。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。我们二楼呢有三个卧室，那么在楼梯上来的右边呢，就是两间次卧加两间次卧共用的洗手间，在楼梯的左边呢，就为主人房和洗衣房了，所以卧室呢是分散在两边，两边呢都有各自的 privacy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三楼看一下吧。三楼呢是一个很舒适的家居空间，看一下，在我身后呢设立了一个私人的酒吧，那么右边呢有沙发、游戏桌啊，还有电视啊、书房啊，整个家庭活动的空间在这边。那外面呢还有一个房屋。